元朗是一个很大的新市镇，这边主要的开发商就是新鸿基，囤一大批的农地，然后变成一座座的大型住宅。今天陪客人看一套两房的 Grand Yoho， 这边有商场、有地铁、轻轨，社区的配套是很完整的。这边就是元朗的89站，基本上它有很多路线可以去不同的地方，总体来说是很方便的。起价大概是14000到16000吧，便宜的大概是700多万，贵的话大概是800多万。以前这边两房可以卖到1000万，现在价格减了下来，700多万也有。单价来说，我觉得还是挺便宜的。我们现在看这一套是513尺的两房，它能看到深圳湾那边的海景，总体的感觉是很开阔的。这边是它的主人房，放了一个床之后，有一个很大的玻璃，也是能看到海的。然后还有小睡房，这边是它的浴室，有窗的。厨房是一个 L 型的，挺大的。像这套深圳海景的两房，业主卖830万，你觉得卖贵了吗？